把棕熊放在这里，这一个是熊猫，这里是大象，最后一个是佩奇。不对不对，你都听错了，这个是消防员，他是大象妈妈，消防员是来救火的。这个是教师，他是羚羊，他可以教我们知识。这个是警察，他是熊猫先生，警察是来抓坏人的。还有最后一个是棕熊医生，医生可以治病救人。哦，哎，佩奇呢？怎么没有佩奇的位置了？佩奇他是一个厨师，你看他戴着高帽子呢。厨师有盘子，还有烧烤炉，他需要手套，还有锅铲。佩奇他可以给我们做好吃的。我们玩的这个是职业拼图游戏，你看里面还有好多职业呢，大家都认识吗？